绕一下。这就是帮他红开的好处。对啊，就很明显是帮他红开的好处。距离不够了，就是。哎呦，又来了。说实话，打了半天，我三个助攻。他没闪呢，亏一点吧，亏杜城人别死就好了。那一个杜城175，一个人头300块钱，不死就行了。周不见吃完下路就可以回了。就很简单的道理啊，人一个镀层175。哎呦，他想又想来搞一波。如果这三个头都是男枪的就好了，两个是卡玛的，我无所谓的，我要不要不要经济其实都还好，我这种能回去把女神泪5分钟，4-5分钟这种能把回去把女神泪做出来就已经很舒服了。我操，怎么中路被压了30刀啊，这么变态吗？对面中单 变态到可以压我们中单30刀吗？这个杜神他又晚一点点吃，
而且他这波我都没掉血，就被他 A 了一下而已。中，这波可谓顶尖配合。我拼信号他就上了呀，这就是信任。我只要拼一个信号他就直接上了我们的辅助。准这波下路，这波真是顶级配合。哎，短了一点。中，他那个站位一看我就知道中了。打野吃点也是应该的，他帮下路这么多，他都没拿几个头，吃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放心吃就行了。一波线而已，多大点事儿？Come on.
他可能会吃着炮子，妖姬不吃着炮子。踢出来主要是怕狗熊，其他这两个还好。你打我的 QR， 那我也要还你一套技能，礼尚往来啊。不准你只打我啊。走位不送。我看到妖姬了，妖姬在的，交闪，能不能杀两个？也交闪的，别来守，别来守，这个你也守不了的，只有妖姬来给你们缓解压力才有点做法。哎，你怎么一这么慢呀，兄弟？你一的有点慢呀，搞得我这个 Q 闪有点傻逼呀。我都想好了，你一的时候我刚好这样 Q 闪就很帅。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呀？等个钱吧，稍微等一下就好。这什么东西啊，这真的假的？不是吧，觉得优势很大吗？这个有点太不保险了，人家船长是三级的，不要小看人家船长。还难讲，这个船长等级有点太高了，打团给他打出两个桶子来那就爆炸了。你说刷条火龙吧，真火龙，哎，炼金龙，没那么好赢的呀，因为好像中上两条对线现在都有点不太得劲了，上被压着打。
干嘛浪呀，兄弟？不能浪呀！啊，不能浪的呀！这船长这装备爆炸了，我也得死。是的呀，走就好了呀，不该浪的。这种是纯粹给机会的呀，这个塔推的直接走就行了。中上两条单人线都没有优势的，优势纯粹只在下路跟打野身上，伏笔的，有点伏笔的，这波。是真有点伏笔的。杀人数直接掉没了，所以我们优势没有那么大的，这个杀人数出的有点顶。OK， 又死一次，爆炸了，感觉已经有点不对了，这波蓝枪又死一次。很掉经济，节奏也很掉呀。
妈的，一个桶不怎么办啊，压力太大了，被他炸，不能被他炸呀，被他炸一下直接顶不住的。桶子就这样了呀，所以为什么要浪啊，哥哥们，给人家一个船长翻成这样，不对，船长加妖姬翻成这样子了。我也不该去那个位置，不看他就好了，感觉结束吧，没有用，唉，下路没有用，玩不下去了，来换，可惜。一个桶子没了。这种局输了太痛，这种对局输了太痛苦了，好烦，这都输了怎么样才能赢啊？